间中瘾醉酒，很喜欢自由，常犯错，爱输疯，但总会励够。遇过很多的损友，我都贪新厌旧，已欠过很多女人。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，曾话过要戒烟，但讲了就算。忙于想飘的很远，但对分工厌倦，至少不会打算。但是然为到你爱我这非人，错错你都很去忍。然而谁已早知不会吓亲，偏偏你愿意等。为何还喜欢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好，比有多坏，但你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护大半身还是很失败。但谁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爱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我们要怎么样来唱这个歌呢？能够诠释一首歌曲，它才可以有真正的感情，然后能够把这些歌能够诠释得好。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技术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哦。我希望有一天呢，我也可以变成一个歌手哦，得到老师的这个教导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这就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只要对着一个你爱的人去唱，咁就一定会唱得有感情。意义谁已早知不会吓亲，偏偏你愿意等。为何还喜欢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猜好，必有多坏，但你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。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拼命爱，会转变个一百人生。Hello， 我是向，我是澳门向，这家店的老板。今天来这边呢，是庆祝女主角的生日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们演讲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演讲生日快乐！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会全手工的制作这个蛋糕，也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的这个目的。好，那因为呢，很有心，有面包店、蛋糕店的老板在这边支持啊，我们才有机会在这边制作蛋糕。但是从下午做，不知道到几点才能做完，可能会比一般做蛋糕做花十倍的时间。我们一定赶到生日前完成它。对。
要你要我不下什么。这是借口，你应该懂吧。